你们两个走到今天要分手的地步啊，谁也不亏，就是这样的，水到渠成就到了分手的时候。你不要觉得你委屈啊，人家给你机会了。刚来沧州的时候，一心想和你贴得更近，咱先不说方式不好啊，为了见你恨不能自己扎针儿，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，为了你做出这种犯傻气的事儿，人家给你机会了，你珍惜了吗？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情，你不要以为之前4年的异地恋我积攒好了，我就可以不努力了，这个女人不会跑了。你看她都千里迢迢从别地方来到沧州跟我生活了。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，一生都要经营。所以你不要觉得冤，说哎呀，我不就是看了看这个直播吗？没陪你出去旅游逛一逛吗？这一定是你长期以来的不努力、松懈、不付出，导致了今天的结果。所以你别委屈啊，说我只是吓唬吓唬他，可真不是吓唬，到这个份儿上了。姑娘你也一样，走到今天分手这个境地，虽说他没有做到足够的努力，但是你也做得不咋地，你一直上来就说我都为了你来沧州了，没有人是为了谁而怎样，都是为了自己，因为这是你选择的生活，你愿意为了爱情来到他的身边，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去绑架他呢？而且作为一个护士，其实算是比较特殊的工种，那我们知道医护人员的家属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爱意，才能去支持如此繁忙的白衣天使。你都没有这个能力，说知道他三班倒很辛苦，你是不是在家可以做碗汤等他回来？你是不是可以用更温暖的方式让他知道你的心在他那里？所以其实你也并不那么爱他哦，他可能在于喜欢你但没努力，你在于根本就没有爱上。所以我觉得就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我做不到，那我早早的离开；我做不到，那我就祝福彼此。所以接下来的生活，我觉得你们需要重新整理一下，再去上路，好吗？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幸福，谢谢。